那不有奥拉夫呢吗？这不往里进一层，来，散着吧。杀阿拉杀替了。杀阿拉杀塔拉比。这什么意思？茄子，可以。Minion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狐狸还交闪，交闪还死了，关键还。항상최고를추구해而且他一级学的还是 W。31护甲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见着过安妮儿上单了。安妮儿这一级给我学个E啥意思？要点死我啊！要点死我！咋那么能点呢，小妹妹？咋那么能点呢？一级学个E技能啊！哎呀，钢弹流啊！这黑科技行。你也就剩平 A 了，你 A 吧。今天我就站这儿让你打，你能把我打死，今天就算你赢了，行不行？来，我站这儿让你打，打。打死我！还跟我学个平 A， 回家啦。这样吧，来个皮孩，这把决定出个影魔刀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确实是不知道这狼人在哪儿呢。一 A 打法溜 A 接方 Q 接平 A 还接点烟接平 A 接平 A 接平 A， 抠死好闪。那狼人也没来呀、啊，狼人也不在呀、啊。我寻狼人搁旁边，给我吓一跳。原来是个傻子，都没有打野。有的时候吧，其实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打野，你知道吧？你要是信呢，可能他打野就搁旁边；你要不信呢，他就没有。上哪去了？出来了。打一套，
一小兵，谁允许你呢？他交闪了是吧？马上死。一起跟我倒数五个数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四个塔皮，炮车没了，没吧，半个安妮没了。呀，出错了。这把的影魔刀是必备的，他们家四个 AP， 全是 AP 虚区。来呀！上猛男李逵！呀，他生了！你等会儿，你给我等一会儿，他把你杀了。啊，你等一会儿，着什么急呢？我还没到地方呢。把晕给我交了，你俩能打过我吗？我减速他呀！哎呀，撇歪了。哎呦，嘿，亏兵了，确实亏兵了，但你也没办法，那狼人来抓你就抓就抓吧，没办法，没大，我干他肯定是得一直干他。上线了，咱就别想好，不是今天你死就是我死，我不可能让你收兵。咋晕呢？你觉得这塔下我能让你活不？妹妹，你觉得这塔下咱能让你活不？妹妹，你觉得咱塔下能让你活不？你给我瑟瑟发抖，要不看往哪抖来。看你往哪走。这峡谷先锋有问题呀、放得太快了。你干哈呢？先拆塔呀！你像有病似的，你是不是有精神病？我给你治治，纯是精神病，这怎么杀呀？
咱也就是这没拦，这实在是没办法。那我走了，你俩要不追的话，狼也来了。哎呀！实在是没有拦了。这把这就是没出女神泪，蓝不够用。这奥拉夫纯是精神病，真纯是精神病，哪有那么越的？不先跟我拆塔，跑这越人的。这安妮儿也是个傻子，还交闪现。哎呀，我现在跟这些傻子玩游戏，我可他妈闹心了，我很累。把狼人杀了，干哈呢？这安妮儿，哎，哎，我有影魔刀。哎呀，蓝不够用啊，还是得回家出女神泪，出去吧。没有女神太费蓝。精神病来了啊，精神病来了。耶、哇，轮子吗？可以轮子吗？他们家打野是不是都挂机了？菜逼还挂机呢。我知道骂人不好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瞅那个熊样，除了会挂机还会干啥？那一个猴在上路打安妮打成这个样子，不知道无限来，还舔个脸还在那挂机呢，玩游戏呢还就这智商。这智商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。这个比分说实话基本上都挂机了，不就是上路劣势点下路劣势点，其他路不都还行吗？那你要这比分就挂机，那没个打逆风军，那还打啥逆风军呢？那游戏不就没意思了吗？谁还能把把顺风呢？你看
这都不行，心态不行，又菜，心态又差。